大家好，欢迎关注小文汽车。中国人买车都喜欢买轿车和 SUV， 但是日本人就比较热衷于面包车。不知道为啥，在我们眼里非常土的车型，在日本却相当受欢迎呢？为啥年薪比我们多四倍的日本人都喜欢买面包车呢？原因值得学习。最简单原因就是面包车务实，日本人比较注重实用性，所以才买面包车。不仅空间大，出行也非常方便，面包车基本上能满足他们的车型需求。而日本买面包车就像我们买新能源车一样有补贴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买的原因。对于好面子的国人来说，是不会选择面包车的。汽车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，除非是在农村生活需要拉货的人，要是在城市里生活，肯定不会买老土的面包车。而轿车和 SUV 因为贵和油耗高的原因，在日本基本很少能够见到他们的身影。其实两个国家的政策和文化都有很大的差异，就算我们买了面包车，也同样不能拉货。中国人就比较注重颜值和实用并存了，所以会更倾向于颜值较高的 SUV 车型。对此，大家有什么建议或者看法，请在下方留言评论。想了解更多汽车知识，别忘点下关注哦。